厚的抹茶哎、欸，好大的虾！哎、欸，它中间还有那个哎、欸，它中间还有那个鲑鱼卵。哦，好香哦！你喝看起来你的鹌鹑蛋拿出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Det är länge nu som jag blickat åt söder, kanske Helsingborg eller Lund. Det finns kanske något där som jag behöver, eller längtar jag bara bort en stund. Det känns som om kompassen.Hello， 我是德瑞克。今天的话找了一堆也是上次原班的嘛，我们现在要出发了，要去吃货团。这次去桃园跟新竹，等下背给大家看。Hello， 我们到了，我们先进去。哇，飞碟型的它蛋糕啊，你喝看起来你的鹌鹑蛋拿铁，很像鹌鹑蛋，它中间那个应该是弄那个吧，那个叫什么柳橙吧，这是冰的，有蛋蛋呢，你有拍到吗？啊，芒果酱啊，芒果酱，喝喝看是什么？好、哦。拿铁，然后上面是焦糖，好吃。我们的七彩彩车塔，你们先吃。你看女生都先拿柠檬塔。很好吃，柠檬很香。会很酸吗？不会不会，很好吃。加类似，好像是奶油蛋白霜，上面有蛋白霜。好好吃。哦、好好吃我觉得我双手会抖，这难道是什么征兆吗？巧克力，对啊，巧克力，然后这个中间好像是巧克力酱，然后是巧克力慕斯，再加上我直接这样吃哦。我在吃派别，然后再吃披萨。它就是那种麻到吃到会发麻的巧克力，哎，这好好吃，这个你一定超爱的，而且它上面又有神婆，你看金箔又出来了。甜的，可是它的甜不是腻的，它的甜是香的。你吃吃看，它底层是巧克力酥皮的。哇，我看一下它剖面，超厚的抹茶哎、欸。它南美其实给了很多钱，你看它上面超新鲜的。近的。哈哈哈哈哈。它的甜点好好吃哦。真的超好吃的，而且它刚才这个我们本来看起来好像它没有很显眼，好好吃哦，它这个巧克力超好吃，是的，不能貌相，蛋糕不可貌相。哦，它里面那个酱很好吃。哈哈哈哈哈哈！好啦，我们的餐点都到齐了哈，这个沙拉看起来很棒，烤鸡腿沙拉，然后。这个它叫黑海，是墨鱼面吧？上面有起司啊，起司泡菜炖饭。对，然后这个是沾的咖喱，它是用那个软发去沾这个咖喱酱。然后还有一个是咸派的话，好像是比较属于澳洲那边的，比较英式的那种餐点。对，然后我们点了饮料，这个很漂亮。这个是柳橙，然后他们上面柳橙还有微微的烤过，然后底下是柳橙汁。然后这个的话是鲜奶茶，上面还有金箔，你看沈婆都站在上面了，这个超高级。哦，好香哦！哎，我觉得光是这个饭就很好吃，它这边好像还有附泡菜。哇，咻腾腾的冒烟！我先吃吃看原味。哦，好吃哎！哦，它很像是，它不是炖饭，它比较像是炒饭，上面淋这个 cheese 酱以后，然后它里面炒饭已经有一些肉末跟那个泡菜，所以吃起来已经很够味了。我觉得这个泡菜再加上去，可能会你很喜欢，因为它本身已经重口味了。嗯，好喝，而且它这个炒饭有一种炭烧的香味，好吃，好好吃哦！
欸，它这个摆盘不得不说很漂亮。哎，好大的虾！哎，它中间还有那个，哎，它中间还有那个鲑鱼卵。这个就是明明就是虾，你知道吗？这個、就是明虾，虾膏哎。哇哦，这边只有一只虾，但是有五个人。哎，我觉得它的面应该会很好吃，因为它看起来没有很油哎。它看起来是不油的，有一些炒起来那个底下都是油，它这个看起来不油。吃蛋它的面，过了今天之后，它面好吃。它意大利面是属于比较有保留一点面筋，所以吃起来是 QQ 的，有口感。你看它的那个墨鱼酱汁是那种油爆的方式，所以它是有蒜味，然后但又不会太油，好吃。有餐西耶，你看它。它咖喱是属于印度那边的咖喱，印度咖喱比较新香，那比较重。它还加半熟蛋，很特别。这个还不错，这个这饱足感蛮好的。来来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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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多，而且咖喱面好像有加一点鲜奶油，所以变得很滑顺。我们每次来吃大餐，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安慰自己要吃素，吃一些菜。对，它这个沙拉。小黄瓜给你，我吃旁边鸡肉好了。吃得到鸡肉本身的原味以外，它是淡淡的盐味，然后有点蒜味，好吃。鸡腿肉还是酸？鸡腿很嫩的。沙拉是用油醋酱，还油醋酱不会太酸，好吃。这个好吃，这个沙拉够味，而且还有半熟蛋。本身很喜欢喝柳橙汁，它上面还有这个。他刚才是说上面这个可以直接吃，对不对？它有加，好像有加一些糖霜烤过，所以上面有一点焦糖化。可以直接挖果肉哎，来，沈婆的鲜奶茶，你看，因为它上面有什么？有金箔，喝了就高贵起来了，一秒变贵妇。没有，你奶太多心了。它上面那是奶盖吗？来，金箔一直在中间，它一直喝不到，来看一下，还在里面呢。赶快吸了，没喝到，还在里面。我看，好顽强的金箔啊！这时候就是看能多尴尬就多尴尬啊！来来，哎，你没有拍哦。假爸，我们一致认为它是被咖啡厅耽误的点点店。它点点真的超好吃，超好吃。我到时候会把影片放在，哎，不是，每次都讲影片，到时候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影片底下。然后他好像在中立也有一间店，然后两间店的食物有点不一样，所以你们可能要自己去看一下他的菜单。但是基本上甜点都很好吃。好啦，拜拜。我刚刚都没录到，是不是？我要再重新一次。啊，我要拿一个巧克力的，哇。